初步核算，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14.1万亿元，按不变价格计算，比上年增长8.1%，两年平均增长5.1%。分季度看，一季度同比增长18.3%，二季度增长7.9%，三季度增长4.9%，四季度增长4.0%。分产业看，第一产业增加值8.3万亿元，比上年增长7.1%；第二产业增加值45.1万亿元，增长8.2%；第三产业增加值61万亿元，增长8.2%。